因为今天是我生日，我要跟你说 thank you， 谢谢你把我生下来，宝贝。你以后生日你要怎么跟谁说谢谢？不要，小 S 泪崩通话 S 妈，谢谢生下我。徐老三背后看戏，淡定击败。今天是我44岁的生日，不管是几岁，我都会做一件事，就是打给我妈。我说妈，她说哎，宝贝怎么啦？没有啊，因为今天是我生日，我要跟你说 thank you。谢谢你把我生下来，妈 ，I love you。我没有喝醉哦，我只是做效果而已。我只是想把这个想法提供给大家。小 S 在6月14号生日这天，希望徐老三可以青出于蓝，跟自己一样当个少女，增之眼泪来得快，收得也快。宝贝，你以后生日你要怎么跟谁说谢谢？你要为什么？那你会怎么说呢 ？Thank you， 谢谢你把我生下来。你会不会说妈妈，谢谢你生下我？有一点感情的，不要啦，就认真了。不用演戏啊，就发自内心啊。好，你认真的就说，妈妈，谢谢你把我生下来。认真的来考验你。不要。宝贝，明天就是母亲节嘞，你要答应妈妈。明天不能惹我生气哦。那你那个儿童节没让我生气。好。Tomorrow。啊，对，我帮你录起来。哈哈哈！哎呦，傻眼。哈哈哈！真好会哭哎。太感人了。为什么你看到他？可爱，因为就很高贵，我还要放条子。看你的粉丝有那么多黑粉，都看不到吗？有黑粉，我们会立刻 block 他。只是说你的人数，你说多少？1000多。笑点怎么这么低呀、啊、？Oh my god！ 我只能跟你说，母后说的话一定要记得，做人一定要谦虚。对母亲一定要孝顺，要懂得尊重母亲 ，OK？ 不管我是古装扮相还是时装扮相，我讲的话都是一样的。什么 K 笑 ？It's OK， 我已经放开了。反正我的小女儿就是这样 ，I don't care。没有打遗传你的 ？No， 我小时候非常乖，你是遗传宝宝。Sorry， 明明你以后长大会有大鼻头。今晚需要。贵贵好，贵贵好。这位是我的随从人士，我跟他之间是清清白白的，愿皇上不要误会。